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嗯。你说人的胳膊是省力杠杆还是费力杠杆？费力杠杆啊，初中物理知识。啊，但是你这样说我不太容易理解，你用你的肱二头肌给我做个示范。可以啊，这样比较容易理解。啊，掰手腕就……哎呀，你让我看清楚一点，我看一下就知道了，这样比较明显。干嘛？哎，初中的知识嘛，你给我看一下，干嘛那么小气啊？我没有，就看一下，就看一下，你给我看。身边而生，可幸运的是我，在宇宙之间听见承诺，说遗忘，星星心里荡。